有点麻麻的，有时候还挺舒服。小姨，那你甭担心了，他舒服啊。你看他笑了。哎，我真的还行，去说实话。现在就很有感觉，像一堆小针儿在扎你。我现在才二级是吗？没到呢，一级，才一级，这才一级啊！对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哎呦呦，有点类似于我们女性朋友来月经，对对，痛经痛经，对对对，就你看我之前生理期躺那儿不想动，就这种感觉。嗯，天哪，二级了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，我真的还行，去说实话。我估计他都到不了，我估计到不了三级。哇，抽筋了，这是多少级啊？嗯，现在是二级到六了。哎，疼是吗？抽筋了。他是抽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肌肉感觉擦着抽，哎呦呦，哇哇哇哇哇哇！你要是不行，咱们就停了。现在是三级多。现在体验到这个疼痛的感觉呢，类似于开始有一点要有效宫缩的那个感觉。我现在就是经常会那种假性宫缩。对对对。哎呀，你摸我手心。出汗了。对，一下就出汗了。对。手疼了吗？哎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你要放松心情，媳妇儿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你千万不能紧张，你想着呀呀呀，是不是要疼？是不是要疼？你越这么想。它越疼，你像我现在，我就在想我在做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，就会分散一些注意力，就还好，就没有。对，你看他表情也没有痛苦的那种表情了哈。一定要放松心情，对，不要把它太当成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去做。六级，你就会还好啊。六级了，哎，很棒啊。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现在有点疼了。七级了，到七级就会有点疼了。哎呦，强度八级，哇，挺棒的，加油加油！哎呦呦，已经八级了，加油！强度九级，对，现在体验就给疼哭了，九级了，马上就要成功了啊！加油，厉害啊！马上就要跟宝宝见面了，呼吸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嗯，助产师，马上就要深呼吸啊！强度十级，哎，结束了。哦，祝贺祝贺祝贺生出来了是吗？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了，非常好。我以为我会在四五级就不行了呢。那你现在能起来吗？能起来。那就起来吧。躺着挺。都让人家看着。